心里。今天刚比较可爱，今天我比较可爱吗？你今天感觉很性感呢，露出一双美腿。我今天走 OL 风，是希望来会发生在王经理三个字上头。姐姐也非常开心哦，这个724的随时进行这个搜寻的小动作，乐趣很多。好 ，OK 吗？所以呢，这个现场呢，我们跟副总的话呢，我们这个等会是 Round Two 好第二轮的采访，谢谢大家。可以吗？我的亲爱的大家 ，OK 吗？可以吼。好。哦，这个部分就要他自己，这我就不太好意思勉强，我就看他自己的诚意。就蛮开心的，代表就是我一直努力朝向老少咸宜，老少咸宜的方向迈进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有萌这个字的话，就代表就是大家看到我们是一种开心的感觉。那我觉得一直也是，这就是我在迎娶我们在唱歌想要带给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萌女神这样的称号也蛮不错。